本身是学歌剧的嘛，然后接触到音乐剧，完了之后接了自己的第一部音乐剧，第二部音乐剧，我觉得这个契机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热爱、燃烧、释放，我觉得我喜欢用这三个词去形容它。第一次登台是在去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的《九九艳阳天》，然后我第一次首演，那当时是特别特别紧张，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连头发丝儿都在紧张。自己在舞台上释放自己，燃烧自己，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情感都无限的放大，然后用你的歌声，用你的台词，用你的肢体语言，我觉得去描述这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我的。我好像比较幸运哈，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挫折，还是希望自己的大脑就像电脑一样，就读一遍就不会忘，这是最好的。每一场都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啊，台下坐着的每一位观众都能够感受到音乐或者是音乐剧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带给他的震撼和快乐。我是音乐剧演员贾凡，我在聚义堂等你。